刚好吴栋说跑步有一个动作被称为脂肪杀手哦，你会说有这么神奇的？不是都说跑步是最好的燃脂方式吗？是的，是因为刚开始胖的伙伴让你直接做下面这个动作你会非常痛苦，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，你已经有体能储备了，做下面的动作它就能够让你的心率很快就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区间，接着它就会有 EPOC。哎，什么是 EPOC 呢？叫过氧消耗。当我停下来了，我的脂肪消耗没停止，它的前提就是需要你上升到很高的心率区间。那么如何上？波比跳。那在我开始之前，我坐着的时候心率是60。现在已经到150几的心率区间，从我的喘息你就能够看出来，这很累。20个波比跳，瞬间让心率上升，这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。你可以变着花样来，比方就像，这个叫单脚波比跳。如果你的跑步的时候经常右侧受伤，你可以选择做右脚的单脚波比跳，改善平衡。找一个台阶，就像这些台阶。会增加你的弹跳，你肌肉的敏捷度。那我已经休息一段时间，我现在的心率是130。下面这个叫马步波比跳，你可以轮着来，每组20个，做6组，这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燃脂方式，和你分享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